这首新歌怎么样？好听啊，我觉得这个。回头你做一首中文的抒情的歌曲，行不行？不行。你就送给妈妈嘛，写给妈妈的歌。不是我的路子。你这孩子。所以刚刚声音都这么萧条啊？对啊。所以帅哥固定也没用嘛？没有了，其实我是接到一个 case。啊？哟。刚有一个这个，米兰的一个国际手工艺展，然后找到咱们，然后有一个中国展馆。现在就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式花艺的东西，嗯，因为他订单下得特别的急，就明天上午他们就要拿走，嗯，而且这个展览其实蛮大，因为它有200万个人流量，有1000个摊位，好多国家的都在，匠人都会来这边，嗯，对，所以我要跟你商量一下，就看看咱们要不要接这个事情。可以啊，可以啊。今天有接到一个就是在米兰展览的一个艺术展，然后是有中国馆的。然后中国馆里面会需要我们提供一个就是中国风的艺术花的艺术装置。哎，有人来了，客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来买花？我们想订花，对，欢迎光临。我们是来自米兰国际手工艺展。哦，是不是这个刚刚也打电话？是这个吗？对，我们是中国馆的。OK， 我们是中国馆代表。然后这个展我们已经办了有20多年了，然后有大概3200多个展位，然后有5大洲10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希望带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去这个展会。明白。对，你们希望这个花是很饱满的，还是说是有一点？含蓄一点，含蓄一点，就是不要那种大明大放的，对，所以是对 ，OK， 内敛，对 ，OK。那请问一下，你们是预算多少？我们预算200、300，我们先以300为主，300哈，可以，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多进一些比较更中国风的话。没问题，300块。好，那我们先付定金可以吗？好，可以。嗯，因为我没有带太多现金。谢谢你。就可能时间比较紧。明天要来的话，可能要11点以后哦。可以。好，可以。那就约12点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感谢，荣幸，谢谢。好，谢谢你们的信任。拜拜。哎，我们得找出我们那些中国花啊。我觉得那个树枝很必要。来一根，我觉得天堂鸟也必要。天堂鸟不错，这算中国花吗？可以，这就是很中国。带这些是中国风吧？这个吗？是可以啊。可以当一些配料。好吧，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树叶啊？因为树叶得显绿啊，绿绿红红不就很中国吗？